今天的711新品，神户的一家蛋包饭，新出了水果三明治，葡萄和黄桃的，整一个呀。再来一个新发卖的中华馄饨汤，依旧是不吃面就难受的一天。来一个带面条的炸鸡色辣，哇哦！再来一个新发卖的红茶蛋糕。今天怎么出了这么多新品？白桃和黄桃的酸奶，再来一个大瓶的玉米茶。这个系列是最近711搞的一个关西实体店美食的一个巡游，说是跟店里面一样的味道。先来尝一下这个蛋包饭，哇，这个酱汁真的是加热完了之后好多啊，闻起来还蛮香的。天哪，吃起来居然还不错哎，酱汁吃起来是特别香浓的口感，牛肉也是超级软烂入味，好吃。蛋皮的口感吃起来也特别软嫩，入口即化的感觉。里面的饭是用番茄酱炒过的，配上这个酱汁特别好吃。看着蛮大一盒，其实量非常的少，直接就把这碗饭干完了。就每一粒米饭都很入味，超级好吃。光盘，再来一口酸奶，里面好多白桃和黄桃的那个果肉，好好喝哦。才发现我今天不知不觉买了三样主食。来个小馄饨，哇，这个馄饨吃起来还挺正宗的，太感人了，居然吃到了国内的味道。给色拉倒一点柚子醋，先来一块加了蛋黄酱的炸鸡，这炸鸡非常有嚼劲，甜咸口的。底下是小凉面，这个小凉面加点辣椒和醋，爽口小凉面，这样真的好吃多了。水果三明治，先看看里面的水果，哇，奶油少了一点，有黄桃和菠萝，豪华绿葡萄，超好吃哦。红茶蛋糕，哇，茶香味特别浓郁，上面好像还淋了一层糖面，奶油也是红茶味的。今天这期新品真不错，我震惊了，现在晚上10点钟，便利店的便当居然还这么满。叉烧的炒面来一个，再来一盒蟹棒的沙拉。711又出新品了吗？这个是北海道的汤咖喱，嗯，下次买这个。还有这个肉肉，全是肉肉的盖饭。再来一个草莓三明治，这个靖江抹茶的泡芙，看图片还是蛮诱人的哦。看日本按颗卖的草莓，5个草莓20多，好贵，还是拿一个草莓牛奶好了。现在关东煮也变得这么高级了，吃什么自己拿，咱就先拿这几个吧。我跟他说让他帮我多盛点汤，都要装不下了呀。这个面加热了之后，它这个味道好香呀。呼，先来口炒面，好吃。哇，来点辣椒就完美了，加点咱自己做的辣椒。嗯，好吃。说到这个，现在拼多多年货节活动，我花1块钱就秒杀到了15包的阿宽红油面皮，口味丰富，筋道 Q 弹。不过我还是最喜欢吃这个酸辣的，直接点击我评论区链接就可以开始抢啦。来口叉烧，炒面加了辣椒，有路边摊那味了。大碗汤喝着就是过瘾，还是先来个大根。哇，依然是灵魂，好吃。豆腐，外面是筋道的皮，里面还是那种嫩豆腐，真不错。这是什么菜饼？福袋也来一口。还有蟹棒，这个沙拉也挺好吃的，没吃出来这个是什么肉末。嗯，有点像鸡肉。再来个鸡蛋，草莓牛奶，这个是711的新品，还挺好喝的。泡芙咱也来一口。哇哇哇哇哇，好好吃哦，满满的都是抹茶酱，好吃。我觉得比它图上画的还要好吃，抹茶本身那个有点微苦的味道，刚好中和了这个甜。哇，这个太好吃了。